丽景县政府在南投市新丰国小活动中心举办多元文化美食竞赛，和我记录讲会当将家乡文化中的传统料理来甲大家做分享。会中嘛办理模范义工的表扬，鼓励县内表现优秀的义工。由专业评审针对住宅技巧以及创意特色等项目来评分，嘛开放现场民众试食并进行票选。这是县府社会及劳动处替县内各级机关所办理的多元文化美食竞赛。这个是越南的，很有名的。越南当地的料理。对，越南当地的料理。现在武汉肺炎的时候，我想煮这个，给大家吃平平安安的，还有清淡一点。因为他们大家都很快乐，很高兴来参加，做的都很合乎当地的口味。也不会太辣了，所以说他们应当是，我建议主办单位可能冠军要多几个了。另外，为了将来外籍技工认真做事的精神，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贡献，会中嘛同时举办模范外籍技工表扬活动。蔡太湾是照顾阿公的，我很开心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我阿公给我最好的礼物了，我很谢谢你太湾对我们很好。我老板也对我很好，中介也很好，跟我们的。我是越南人，我是越南人呢。我工作在公司辅路机械，康林义工。今天我很高兴，感谢南投县政府的。外籍义工的部分区分为两部分，一个是厂工。另外一个是家庭干看护工，各选拔十名，也各颁发奖杯跟2000块的奖金。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些活动，让我们雇主、居民以及我们外籍移工能够互相了解、互相融合，让我们外籍移工在南投的生活、工作能够越来越好。借着这次活动，和外籍移工有一个交流文化的机会，也促进县内厂商对应的了解和相关的关系。记者陈世昌报道。